我们早上谈到那个心脏病急救，另外还有一个，我说就是在大陆失败的案例，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曾经有来跟我们学的一个学员，那听他们就是讲，就是有一次在好像晚会，那在跳舞。跳舞的过程中有一个女生哈，就是当场就是倒下去，那他们马上帮她抢救哈，也是按胸椎啊，后面胸椎按了1分多钟没有醒来，那没有醒来，他们就开始怕，为什么？他们没有医师执照，所以大家都不敢再继续按，怕出事，所以就打电话。叫120来啊，那叫来之后救护车过来了，那把人抬上救护车，那他们的人也跟上救护车，那听他们叙述是说哦，当时候上救护车之后就开始 CPR 急救啊，压了老半天也没有醒来，也打了好像强心剂也没有醒来，所以在救护车当场那些医护人员就已经把这个患者宣告死亡，那车子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那医师一看啊，也真的就往生了啊，也不再做任何的处理，然后就放在一旁。那时间经过了差不多1.5到2个小时之间，实际情形差不多也这样了哈，我事后追踪的。他们打电话来找我，说张医师，有人心脏病倒下去，还能不能救？那时间已经经过1.5到2个小时，那我接到的时候，他们问我，那我也把情况稍微做一个了解。他了解，我说哇，怎么这个时候才打电话来？我好像把我当作扁鹊，可以起死回生。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不能再按，他们问我能不能再急救，再从背后，我说不能按了，我说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温敷，看有没有电毯或是红豆袋，那另外要给他热源，姜汤或人参汤，那他们就去找到人参，也帮煮了在医院，反正那时候医院也不管了，因为医院也宣判死亡了嘛，那就死马当活马医。那开始煮人参煮熟了，他们就用棉花棒，因为已经昏迷了，也不能灌食哈，就一点一滴的从沾棉花，然后沾入口中，然后沾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再打电话跟我讲。那个本来手是僵硬的，那慢慢就怎么样，就松开了。松开之后，他们有些人说就去摸他的脉搏，好像有在跳。他们那时候电话中跟我讲，好像有在跳。然后紧接着又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脖子开始有一点流汗。然后在一段时间，他们又打电话跟我讲。这个患者放屁，有放屁，那再来看到患者眼圈好像有泪水，好像有一滴眼泪快掉出来这种样子，那他们很兴奋，
那再继续煮第二碗，再用棉花瓣沾，要沾第二碗沾进去的时候，它就断气了。啊，那这个结果，我事后这样追踪，我听到之后，哦，因为我一直叫一个黄医师一路追踪，我说这个案例哈很重要，我需要知道结果。那追踪到最后听到断气，我也蛮难过。那大家了解了吧？这个人有没有死掉？在那时候没有死。啊，那我们医学遇到这种问题宣布死亡的时候而没有死的是不是会很多呢？我记得在台湾有一次也是这样，就是热身疗养院，就是台湾热身疗养院是在新庄，也就是之前就是收容一些麻风病人，你们知道吗？麻风病知道吗？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知道麻风病的，好。你们知道麻风病会传染吗？会不会传染？会不会？好像各有坚持。认为会传染的举手，我看一下。麻风病会传染，啊，认为不会的举手，我看一下。好像举手会传染的比较多。你们要不要知道麻风病是什么？要，那先介绍麻风病再讲好吧。好，那我跟各位讲，麻风病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哈，有时候电视剧也会演。我记得韩国那个医道好也有演麻风病，你们有看过吧？有看过哈。那麻风病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它本身哈，最后医学是证实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那麻风杆菌它喜欢的地方就是喜欢低温的地方，所以它生存在我们的身体什么地方呢？四肢，四肢末端，那个时候离心脏越远，所以温度怎么样？比较低，比较凉。哦，那还有生长在哪里呢？我们的脸部的鼻尖，鼻尖也是凉的，还有眼眶。那这个麻风杆菌会把我们的很多肌肉组织破坏，所以你看哈，有时候他们脸哈，麻风病的脸，看好不好看啊？哦，有时候看起来很可怕，因为有时候吃到连鼻，吃到看到鼻骨，都有可能。那有时候眼眶这个眼睑啊，有时候也会被吃掉。那有时候连眼睛都合不大起来，那有时候手指头啊，哦，都欠缺甚至弯曲。那手指头有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有时候哦说老鼠晚上把它们咬掉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继续睡他们的觉，早上起来看，哎，就少了一根。好，哦，那因为他已经慢慢失去知觉。那有时候在洗澡，他们放热水放得高，他们怎么样也摸一摸也不知道温度高低，等洗完了，哎，整个皮肤都烫伤了，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变成需要怎样被照顾。那有一本书也形容他们有时候在烤番薯，他们烤一烤，然后就很直觉的用手去把烤熟的番薯拿出来吃，等吃完的时候手已经烂掉了，手烧伤了，就是失去知觉。所以对麻风病来讲，他们是怎么样日子会过得怎么样很辛苦。那早期在台湾，因为也不懂它会不会传染，所以就把只要有麻风病，就通通送到新庄，哦，那个热身疗养院，然后就把它跟社会隔离起来。所以对于麻风病这一群人来讲，他们是被剥夺了，哦，就是自由被剥夺了。那早期医学不发达，就是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哦，那麻风病因为早期会认为会那个传染，所以就会只要对往生者都会尽快处理，他们是这样。那最后证实麻风杆菌是不会传染的。那以我最后因为也有去那个热身疗养院义诊，有时候一个礼拜去一次，那有已经一段时间，我这样长期观察下来，用原始点然后加上温敷
对他们的病情改善大有帮助。所以早期如果原始点早先发明，就不会有麻风杆菌了，因为它比较喜欢温度低的，那你温敷之后，这些麻风杆菌活不了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病情会好得很快。所以也就是你看，所有重大疾病都是怎么样，阴寒引起。哇，你如果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病，就会更深信不疑。而麻风病人没有一个是热性体质，而且都是极寒、中寒、极寒以下才会得到麻风病，这样大家了解了吧？所以在那时候我听到乐生疗养院有一个林业师姑跟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51岁的麻风病人，男士，就是突然间晕倒，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叫联络那个医师来，那法医来检查之后，确定他生命迹象通通没有了，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种种都没有，然后就开出死亡证明。那开出来之后，他们为了要紧急处理啊，就马上装入棺木，那个争取时效，然后送入殡仪馆，那开始准备火化。他们5天后就火化，那等第5天的时候，他们准备了一些柴木材，那就把棺木搬到木材的上面准备火化。当他们把棺木一打开的时候，原来那个死的人本来是仰躺，结果这时候打开看起来他是俯仰的，然后双手臂撞到淤青，那你就知道什么情况了哈。那他们一看到这样，所有要火化的人，参与火化的人一看到这种景象，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啊，大家也怎么样，很震惊，但是又没办法，最后怎么样，继续火化，就把它烧掉了，就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很那个林业师姑亲自跟我讲，其实林业师姑目前人还健在那有些慈济都会请他去演讲，虽然没有读书，但演讲很感人，很多人听他的演讲都会流泪那他这样跟我讲我也感触很深。你看一个人说被宣布死了，是不是一定死？不一定。那也有，你们有没有听过死然后又复活的事情？有听过的举手，我看一下。是。所以我在好像那个镇江那个去看他们送老人家往生，那往生听师父讲，就是要装进那个棺木，他们就特制一个一个可以怎么样，那个门可以自动开的，万一他活起来就可以走出来因为在佛教可也担心这种事就是死了万一又爬起来那怎么办呢那以这一个案例，现在大家应该事后来看，他当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没有死是吧？但因为我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在大陆这个急救还是要怎么样，医护人员，那很多人来跟我学，像遇到这种事情有没有办法救？没办法，不敢承担，那也一方面怕惹事吧，对不对？如果你们是不是也会不会怕？那如果是自己亲人就还好一点，对不对？所以自己亲人还可以，但如果不及时抢救，像这种延误都是怎么样，很严重的，事后如果几分钟很可能就怎么样，心脏停止，真的就会往生。那这一个人在我的看法，他是属于怎么样，没电又没油，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当我们原始点按了1分多钟左右应该要起来，而他没有起来，就像车子发动了，车子应该走而没有走，这时候就可以很快的确定他是属于怎么样，没油了，电发动了，但因为没油车子也走不了，这时候不要慌，一定要怎么样，加油，你再发，即使不发电了，油加满了，它车子就会行走了，这样懂我意思吗？但是很可惜，因为接下来没有医师的资格，所以他们也担心，所以就只好
叫医护人员来。那医护人员来，为什么这个患者心脏不跳了呢？在我的看法，在我的理解，就是患者还保持一个能量，这个能量也怕心脏跳一跳，那个能量就被心脏那个油啊就被心脏用光了，所以他是在一个怎么样，一个准备让你们抢救的一个过程，留有保有那个最后的一个热源在等待，而这一个热源就像微弱像风中残烛一样，哪怕一阵风都很可能把它吹熄，这样懂我意思哦？所以这时候在我的看法，进入救护车的时候，在 CPR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把这个油再进一步把它消耗掉？有，应该可以算，因为它是按错，那在我这里也不能按啊，一分多钟就不能按了，懂我意思吗？再按也不会醒，会醒早就醒了，一分钟内一定醒，不会醒你再按个两分钟三分钟也不会醒，所以这时候应该给他的什么温敷，然后赶紧用内热炎慢慢沾起，这样来处理，这样整个就会怎么样，变得很圆满。但是因为限于这个那个法律的问题，很多人做到第一步，那接下来也就害怕不敢做。但在美国我就看到，就是在第一次美国巡回演讲的时候，去阿拉巴马阿拉巴马州演讲，那他们主办单位有邀请我特别去两户家庭看探视，因为这个突然间停止呼吸昏倒了那造成的伤害，看还有没有办法。第一个案例就是主办人一个曾教授的母亲，那去的时候他已经当时前两年去看了，已经躺在床上六年了。他为什么？他突然间就晕倒，然后嘴唇子啊越来越黑紫。那他媳妇这大陆说媳妇就是老婆，我们台湾说媳妇就是儿子的太太是这样。所以他儿子的太太当时候看到就帮他急救，就拍背，一直拍背，他也不会延时点，那拍一拍感觉他嘴唇本来已经黑掉了，慢慢又有血色了，哇，他看了很高兴，马上打美国是打911那打了救护车来，结果送去医院马上就什么植物人，那时候救回来也变植物人，那每天都要抽痰，他们孩子已经这样不离不弃的这样照顾老母亲，已经照顾六年了，他们夫妻只要出去一定一个留在家里日夜陪伴，因为不抽痰很可能马上就卡死了，我想当时候也是一个痰卡住而已，就只要有人知道，那背部揉一揉或是头部揉一揉一定可以抢救，结果因为送到医院结果就产生这样的悲剧。那另外一个案例是怎么样，一个差不多四五十岁的男士长得很潇洒很英俊，那他一直邀请我去看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两年前他们搬家搬家因为很劳累结果在搬家的第三天，他太太突然间就在他面前那往前趴下去，趴到床上，那一趴就晕倒了，那他马上怎么样打911，因为他不会处理听说救护车很快就赶来，那也送到医院，整个都没有延误，结果回来也是变植物人。那时候叫我去的时候，我去看，哇，因为他床边挂着他太太的照片，年轻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哇，长得很清秀身材也很好，但眼前的他的太太是怎么样，整个脸是浮肿的，身体也是浮肿的，整个身体变形到怎么样，原来身体的两倍大，几乎都躺在床上，那整个就是吃嘛，然后整个脸型就变形了。那他先生为了照顾他太太，特别又请了一个看护来看来帮忙。那我去的时候，他太太虽然会讲话但没有记忆，所以我去的时候就问他太太
我说旁边那位你认识吗？他先生啊，就问他先生，他看了他先生一眼，然后说不认识，不认识，照顾他两年，他竟然不认识，那是他丈夫。那我说就问啊，那你丈夫对你好吗？他也是想了老半天，然后就想出来说不好。但他先生在旁边听了很心酸，因为他先生已经费尽心力照顾他两年了。那你看，他只是最后医院说他只是一个痰卡住，卡住而已，那造成整个呼吸停止，啊，就这样。如果以我们现在来看，这揉一揉马上就解决了吧，对不对？那时候我救第二个中风的时候，他不是呼吸急促都有痰声吗？整个卡到那个白痰加血丝吗？那你看这个又比前面的案例都轻微，也就是当下如果这些人早之前就有学过原始点，这个悲剧会不会发生？肯定不会发生，如都是自己家人发现的。所以我觉得急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呀？自己家人，自己家人才是真正能挽回你们，所以平常就要对自己家人好一点，哈哈哈，真的，这个来了都不易，相处不易。但是真的要避免悲剧，第一个原始点一定要学，不是在靠医院，因为靠医院来不及的。从中风到心肌梗塞，你们一路看都是要抢救的，这个都是分秒必争的，尤其心脏更是这样。那你们如果晚一点就变植物人了，组织就坏死了，这样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哈，我觉得这个哈，心脏的抢救，哦，一定要从本身就从哦，就是让一般民众在哦一些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接触，哦，那随时都可以在遇到的时候都可以来做抢救的这个工作。好，那我们哈也在大陆，就是第一场哈，就是在讲课的过程中，刚好有一个学员。也就是心脏病发，他没有那么严重，啊，那病发，那我当场他们是本来那个患者还因为他想得很周到，他想等我下课后，那因为心脏那时候已经很不舒服，他想不打断我的上课，那等我上完课之后再来给我处理，但是实在受不了，所以也有人跟我马上反应，所以那时候也是讲到心脏病，所以当下就停止上课，就立即帮他处理。他刚那时候也是像现在这样都有拍摄，所以也有记录这一段。那也就是我来大陆第一次，哦，那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个心脏病极不舒服的患者。那我们来看这一个片段，大家看到了哈，哦，这个就是典型的寒症，舌苔白的，旁边还有齿痕，哦，这是最典型的。好，谢谢你。那可以趴着，这个就严重了，真的是严重，哎，连趴着都不能，那趴着他心，哦，碰到他就很痛，痛，这里痛，好，太，这个痛不痛？这里也痛，好，他，我现在在推拿他下面，也就是左侧，这里痛呢？痛，这里也痛，嗯，啊，这里痛吗？痛，这里也痛，这里呢？强一点也痛一点。哦，小，啊，到这里呢？嗯，强。这里就比较不痛了，是吗？对对。对。哦。因为刚刚侧面的时候，这里常常按不大到，那，啊，这样我就变成很容易按到。痛。这里痛哈，哦。那一般心脏有问题，我认为整骨下影一定要处理。等一下我再说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会心脏没有力，会影响到，哦，脑部的一些，哦，脑缺氧的问题，那整个筋也会绷紧，所以等一下处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顺便把整骨下缘也处理，那他整个头脑也会清醒一点。这里这么痛，好，我轻一点，这样可以吗？好，哦，这样可以。好，记得一切刚开始都以患者能接受的力量，不是你高兴怎么样大力就可以。好，
帮你慢慢揉开。你这里会不会僵硬？没有。也稍微对不对？颈椎对。一般以我的经验，心脏出问题常常这里会紧绷。等一下我讲课再跟各位分享。这里很啊很痛，所以这个是来我慢慢帮你揉开。因为刚刚这里都没有揉到，所以轻轻一碰它就很痛。我先帮你轻一点，好、哦，这样揉开，你不用紧张哈、哦，你就照我的力量啊，稍微等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里很痛。对，对，感觉是不是比较松了？你慢慢起来，没关系，给他慢慢起来看看他现在的那个感觉，给他自己来。我好了要热敷，它属寒症，所以救起来症状解除了，就赶紧让它的筋继续在松的情况下，它不会有问题。那以后就是平常就是保健或治疗，就是从脊椎两侧。现在人是不是很舒服？谢谢老师。不会，太好了，太神奇了，现在已经好了。刚才症状是，我虽然那个没有表，但是我这心跳可能最少120下，一般正常的心跳应该是72下，对，所以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是好像像外凸出来一样的蹦蹦蹦跳，然后我就害怕耽误大家上课，耽误老师，我就先。到最后下课的时候看到给我支一下，没想到我到讲到这里。好，这是第一次上课就紧急处理的一个案例。那事后他有跟我讲，其实他那时候进来的时候，财富进来，眼睛也已经看不清楚了。哦，所以当时候他没有讲。那他事后在分享的时候也是，因为他蛮厚道，一直在顾虑我，因为我第一次来讲课嘛，他怕万一我救不起来。以后没有人相信我，所以他就是要等我下完课之后才要来给我处理，怕万一你看当场大家看到那多不好意思，也就怕我不好意思。那这个对我而言都已经是过滤了，因为我一路就原始点就是硬碰硬，一路是硬碰硬，这样一路闯关上来的，我哪会怕？所以我那时候事后就跟他们讲，他讲完了我就说。哎呀，我一点都不怕，因为这种在台湾这种处理的案例我也都处理过，那比他严重的我也处理过，所以我根本是笃定的，我是笃定。所以那时候他严重到不能趴嘛，那所以开始是用侧躺的这样来推。那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现在心脏很多会去检查说哇你心血管堵住了怎么样，然后都要开刀，是吧？那开刀都要搭桥，在这里说要搭桥。那我跟各位讲，开心脏装心导管这一类或搭桥，说实在费用非常高。那是不是能解决患者真正的问题？我跟各位讲，现在你们已经上到这里了，应该已经慢慢也清楚这个实况了。开刀的位置是本尊还是影子？所以能不能开？认为不能开的举手，我看一下。哇，还想去开的举手，我看一下。如果万一以后老了，不会了哈，应该清楚了，是真的不能开。我只能跟你这样讲，真的不能开，只是因为没有人有方法，所以一病了，只要胸闷、心悸、胸痛，那又去西医检查说哦。心血管有问题了，那就大部分就开。那从开或搭桥那一刻开始，他就叫你吃药，有没有？他说搭桥的地方如果不吃药，这个以后血管还是会慢慢堵住，对不对？那等于有装跟没装不都一样？就是从装的那一刻，你已经被医学控制了。所以我一路在想，医学它根本不是真心想要解决你的问题，而是把你怎么样？当作摇钱树，就这样。然后尤其装心导管，我知道一开如果以台币可能要30几万到40万台币，如果除以5
你们想想看，这个费用对各位也是一大数目字，好、哦，可能六七万应该都有。那这么大的数目字，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那开了也没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一般一搭桥之后，经过三年以后，有时候还是怎么样？如果还是有问题，还要继续怎么样？再开再搭桥，就是越装越多，你就越来越变成什么机器人？装有的没有就装在里面了。这就是科学啊！我有时候在想，真的这西方医学真的很厉害，他会发明这些让大家看不清楚真相。那你一多搭就是一路吃药，那只能被控制了。这个人，这个想来人有时候找医院，哦，就会被控制。那等于好像每天喂你药，你也高血压、糖尿病也是，都是喂一辈子。那对人类来讲，哇，确实是不是好事。而且药有没有对身体越吃越健康的药？西药绝大部分通通是寒凉药，不用问了。那越吃一定身体越凉啊，哦，所以大家理解之后，我也建议哈，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即使再难，我说都是先从背后，哦，背后先处理。我记得前两年，哦，就是在台湾基金会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讲，他的哥哥哦，因为来大陆，他刚好下飞机，马上怎么样，心脏病发，然后就死掉。然后他本身呢？他说他也是，他常常心脏痛到不行。他说他可能也会哈，像他哥哥这样很害怕。那时候我帮他检查，背后轻轻一碰就痛到不行。我说你确实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我还担心这个冬天你可能很难过，所以我那时候就叫他一定要赶紧每天按，叫他太太每天推拿，然后一定要温敷。加内热源，结果隔了差不多半年多，哦，冬天过了，他活得还好好，然后跟我讲，现在哦，那个心脏感觉已经恢复很多了，哦，所以像这样，我们本来就不用花钱而能搞定的，现在医学一搞就是花了我们重大很大的一笔财富啊，那而且钱给了还不能了事啊，人就被控制了，被医院控制住了。就要长期吃药，你们愿意这样吗？我相信我是不愿意了。那聪明的各位我就不知道了哈。那我们这里好像还有一个案例是吗？好，我们再放最后一个案例给大家看。嘴唇全部都发黑，哦，那当初我马上就因为前几天刚好有去上了这个张医师的这个课啊，我马上就用这个退缩的方式，从他那个背部脊椎的地方呢，啊，就赶快就用力把它推揉，哦，大概经过差不多一分钟多一点点啊。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就慢慢就越来就越苏醒。那当初我看到他那个牙齿里面啊有一些血迹，当时我误以为他是不是中风啊，咬到舌头。那后来我就赶快压他那个
耳朵后面那个点啊，当我压了之后呢，他的手就马上过来帮我就抓住了，就已经觉得已经知道痛了，那时候就比较放心。当初就是他有撞击到整个这个嘴唇的地方啊，还有这个头部的地方啊，那倒是我那时候是担心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像脑震荡或什么的后遗症，所以还是有请119来，但是到医院检查之后倒也是没有什么状况，所以这次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张医师这边有这个因缘要学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推拿的方法，非常感谢张医师这边，同时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特例啊告诉大家，这套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个人本身说真的对这个整个西医也是非常的无奈啊，每次只要把他身体调好到那边去，他每次医生都会说这样不对，都要被他调的，虽然是好像觉得他医生的要求有了，可是身体就变成不太好，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那这次刚好因为有张医师这套方式，我听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认同，也提供大家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学这套东西，把它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这对于急救方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谢谢大家。好，这个刚刚看到的片子是在去年，他孩子是3天前刚好来听我的课，那时候在台北内湖上课，只上怎么样一天而已哦。他一天听完之后，他妈妈3天后就是倒下去，就是在2楼倒下去，他听到嘣一声，马上冲上去，然后看到他妈妈怎么样，嘴唇已经发黑了。那赶快就抢救，整个过程中你们也看到，所以他说哇，刚好3天前学到了这一套，要不然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好，那这样的案例应该很多，我说台湾我听到的倒下去这样救回来起码不下10例啊，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好好学，因为胸椎很容易揉不难。那我们心脏的急救，我们再来看表，这个表就是我们那个早上放的，大家再复习一次。这是中风心脏急救的疗程。好，那大家再念一下。好，我们看旁边。这一个比较急，这个要调高温度，是以中风。中风因为它不会立即死亡，那如果是心脏的，那就要怎么样？先按，因为按一般我的经验是1分钟左右就一定可以起来。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倒下去那一刻，再大家念一下。对，如果要看这个患者有没有口眼乖斜或四肢抽搐，如果有，那就是什么属于什么中风，万一如果没有呢？我们来看否，这时候就是属于什么？所以倒下去只有这2种状况，这样立即就可以分辨出来。如果没有口眼乖斜，也没有抽搐，也没有呼吸急促声，那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心脏病。心脏等于是总开关，一停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停了，所以心脏病没有症状，看起来外表没有症状，只有倒下去。好，那如果是心脏病，大家念一下。岩石点。1分钟绝对足够你们按。那按一定要先按左边。好，我们来看。好。
好，这个次序大家也记一下，左边才是我们要。像我按的那个患者，也是从左边下手。好，那这时候病人怎么样？还是要遵守这一条，不管心脏病或是脑中风，你在推案的时候，刚开始下手不宜太重。你们也刚刚看到我在处理那个患者，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我开始力量有没有很大？而且我是侧躺，他侧躺，我轻轻推，你看我的手很轻，对不对？我是这样轻轻的推，我没有用很大，整个身体压下去没有，所以一定要怎么样？记得力道不得太重。好，那再来看怎么样？好，如果按推了四的时候，接下来怎么样？好，如果他情况不好，按一按还没有醒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整个都急救也都看完了。如果再回头我们来看，好，心脏病的急救，当时候我放给大家片子，早上放的中天新闻那个神议员，前一刻还活着，下一刻倒下去，他不外有两种状况，对不对？不是停电就是没有，就是那一般都是没电居多，就是突然间就倒下去，一般是没电。那没电一般只要按对位置他就可以醒来，那如果按了没有醒来，一定是属于怎么样？没有。那时候这时候不要再按了，这时候赶紧怎么样？温敷，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原始点有两个宝，有两个开关，就是第一宝是什么？按推。第二宝就是热源，就这样就可以解决急重症的病。好，那所以如果以我们这样再来看中天新闻，大家看看，如果这个患者倒下去，我相信如果用延时点应该会怎么样？醒来。即使没有醒，我们也不会担心，接下来我们步骤都已经安排好，怎么样？温敷啊，这样懂我意思吧？温敷，然后给他姜汤或参汤，一般这个都很容易取得，尤其姜一般家庭都有。所以如果说所有的药，我最喜欢急救的用药就是姜，应该就排第一名，因为它也是一个最好的热源啊。然后一般家庭一般主菜都有姜嘛，所以最容易取得。好，那我们从这一张表也可以看出急救的重要。那这个如果在北京统计的100个死掉里面，光心脏心血管疾病还有脑血管疾病，两个加起来是47%多。那也就死掉的100个里面，将近有1/2的人就死在这一张表里面。所以这一张表可以救多少人，你们知道哈？不要看小小的一张，非常重要。所以有人建议啊，我们延时点哈应该怎么样？向各个单位极力推广，尤其像飞机的空服员，以后看能不能让每家航空公司都贴这一张，以后急救就放在飞机上，任何的急症就是用延时点是最快的。所以我也分享说，这一次我去美国巡回演讲的时候，那坐华航，那晚上啊，就是起飞，那就是也是遇到一个情形，就是空服员就是广播说有人不舒服看有这里飞机上有没有医护人员。我一听到，如果你们听到会怎么样？马上怎么样？装睡还是怎么样？马上冲过去一般学延时点的时候，我跟各位讲，如果学了一定是怎么样满腔热血，然后一听到怎么样
马上都会往那个声音那里冲过去，一定是这样的。我那时候一听到也是直觉就怎样，这个声音不是在叫我，是叫谁呢？非我莫属了，尤其急救非原始点莫属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就从座位上弹起来，然后马上冲出去。那去到空服员那里，他还怕我不是医生，问了一大堆话，很谨慎啊，问我你是不是医生啊？我说是。那你是中医还是西医？我说中医。那你有没有开业开诊所？我说诊所已经关闭了。这一说哦，不得了，他一直看着我，说他关闭了还敢来。我看他对我疑惑的眼神，马上改口，不，我关起来之后，我有设一个叫做张昭安医疗疼痛基金会。哦，这一说好像还可以。哦，那问了老半天，那最后我也很诚恳的回答，所以通过他的考试，然后才能按摩。所以哈、哦，飞机上我还不知道要问那么多话。那去的时候，结果这个患者是怎么样？是一个差不多六十几岁的哈、哦、啊女士。那她是怎么样？那时候我去，她脸色已经很苍白。那听空服员讲，她好像已经从下午就吃不下饭，好、哦，那整个头很晕，好像快晕倒。我看那个情形也是蛮严重。我就在旁边，因为飞机哦，他们是一排，我就把把手拉高，然后靠过去，我问他：“那你心脏有没有怎么样啊？”哦，然后问了老半天都不回答我，然后转头我看空无言，才知道隔壁的这个看似哦长得跟我们一样东方人，但是不知道哪一国人，哈、哦，所以他听不懂我的话。但这个对我们原始点有没有关系？完全，因为原始点已经离相了。根本不用语言，为什么？如果人家说哦，这个是眼睛有没有关系？这个是眼睛也没关系。如果眼睛长在肚脐里面，那这里眼睛痛，我就按这里吧，对不对？那如果说这里叫做什么？这里如果叫做肚脐，那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肚脐长在这里，我就按这里嘛。所以语言对我们而言有没有差别？所以我认为医疗已经脱离文字像的，不用语言的，唯有原始点。你只要指出哪里不舒服就好。哦，如果我虽然英文我根本不会英文，但是我还会哦讲几句。哦，如果说他真的不会，如果是美国人，我就说会，哈哈，你痛在哪里啊？哪里？我也不会讲，但是我用笔的，他一定听得懂，或是他会。症状会怎么样？比给我看，那我能不能治疗？他只要比得出来就可以，要不然如果都不比，我也会治疗。我干脆就从头部一路颈，整个脊椎就揉下来，一定会被我揉中嘛，因为会晕倒的，不可能痛在四肢，对不对？有没有人四肢而晕倒的？不可能，一定是在头部，要不然就心脏。哦，那你这一揉下来一定通对，所以这个原始点已经是没有什么。不需要表达的，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就几乎知道答案在哪里，所以就这么方便。所以我一看他不回答我也没关系，我就开始做。我从耳后这一点先做，那先从左侧一按，哇，他就很痛，然后手就怎样一直要来拨我，但是看那个动作很迟缓，因为他已经没有痛到没有力气了。哦，那我一看，哦，这个不行，如果再按下去肯定不准，不要让我按，因为痛，所以我就轻轻按。但轻轻按要把它揉开，变成时间要怎么样拉长，所以我就跟空服员，这个个案你们放心，五分钟内搞定。我先把它安抚。为什么要安抚空服员？因为当我在做的时候，又有一个医师跑过来了，他已经排名第二，也就是我不行他就要接手了。所以这个还急救还蛮抢手，你不一定是轮到你哦，哈、哦。所以我当我左侧帮他慢慢揉开之后，哦，他感觉就脸色慢慢好。那我再帮他按右侧，大力按，哎，反而不痛，右侧几乎不痛，都是痛在左侧。那再帮他颈椎也稍微枕骨下沿颈椎都稍微按一下，我就知道应该没啥问题。但是他吃不下，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对了，我的想法跟你们一样，既然吃不下，那肯定胃对过来一定有问题，所以我按完之后我叫他往前倾，然后再从脊椎两侧再帮他按一下加强，所以头部我按了差不多三分多钟，脊椎我按差不多一分多钟，因为他最严重的是头快晕倒了，对不对？所以前后五分钟。那我按完之后我就交代空服员看有没有热的东西帮他温敷头部，空服员说这个没问题，他们有，他们会想办法，他叫我回座位，我就回来。他回来之后，他们因为空服员有发两张单子说下飞机通关要用，这下子我可头大了，因为每次巡回演讲我都会带几个人随身，这一次我单枪匹马，他又不懂英文也不会填，那这时候我只好就再去跟原来的空服员叫他帮我填写。那去的时候他很高兴看到我，他说你刚刚处理那个患者已经完全恢复，完全恢复，这所以空服员也帮我很亲切的填完那两张给我，所以我一路上美国也蛮顺利，从飞机一路这样就好像有贵人相助这样，所以岩石点常常发生感人的故事，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公交车上，要不就是火车上，哈哈，你们看就这样的案例，你看这也发生了几件了，是吧？所以我也常常听到，在北京也常常听到一些学员在火车上发生一些急救的案例，其中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去广州，他们跟我讲的分享案例，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就是女士尿血块，她肚子痛到不行，她尿出来都是血块。那因为听过原始点的人都已经知道会尿血块然后肚子痛，这个属于热症还是寒症？而且是极寒才会尿血块那他们刚好因为从北京回来，那所以他们也有买人参就煮杯子都有人参，所以就给他喝，这些人还蛮热心，因为那时候火车上有广播嘛，看有没有空服这里医护人员，结果一广播，因为他们好几个人来学，所以从各个不同车厢一路拥挤到那个车厢，大家见面彼此见面，他们给他人参汤喝，然后帮他推，然后也学会用热水杯然后帮他温敷这样整个下来到了早上到的时候这个患者也好了所以类似的故事我说随时都会发生，尤其我现在跟在座的各位也把原始点讲完了，差不多急救也讲完，我相信以后这样的故事说不定就在你们身边发生了我深信不疑。好，那我们急救整个就讲到这里为止。